热爱摄影的任达华呢日同摄影师 Miss Bean 举行摄影展，原来早起十年之前，佢哋就有过一面之缘噶啦。其实阿 Bean 咧系我十年前咧，其实颁过个奖俾佢嘅，咁结果十年后咧，佢成为一个影相好出色嘅摄影师，呢、這个亦都系我一个安慰。咁即系我为眼识英雄啦，睇到阿 Bean 佢以前嘅作品咁好，而家佢作品又有进步，咁我所以咧，我成日都讲啦，一代传一代，应该我哋多啲去提携一啲年轻人。令到佢對佢自己嘅事業咧會好開心嘅，咁即係佢阿邊中意攝影，中意畫畫，咁我希望佢十年後再十年後咧，會成為一個更加出色、更加出色嘅攝影師或者係畫家。而攝影呢個興趣都有感染到女女喎。阿女就以前咧就不嬲都好怕醜嘅，就唔俾我影佢相嘅，咁我成日都偷拍佢嘅。咁原來發覺咧，由舊年開始咧，佢成日偷拍我。成日偷拍我背脊啊、側面啊咁樣，當我唔知嘅時候咧，佢又偷拍我。咁啊，當我屋企坐喺度嘅時候，睇緊書嘅時候，佢又偷拍我。咁我覺得好嘅，因為溝通，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溝通。溝通就等於長壽嘅秘訣，有溝通，大家會互相能夠了解多啲。